整个灶上面就放这个炭炉，你就打算今天不开火了？没错，今天是无火料理来的，因为是夏日嘛，夏日我们要快速、美味、新鲜的食材做结合。你不想到中秋节再拿出来吗？中秋节会更大了。很合理，带来的夏日轻食第一道叫什么？凉拌鸭胸烤凤梨沙拉。哇，沙拉，这是葱白。蒜白，对，待会抓一个简单的台式鸭掌的一个调味，之后凤梨拿去烤，烤过之后它有一个香气。烤要烤凤梨？对，烤凤梨。那糖是？糖是我烤完之后，它会比较干嘛，对不对？我会沾糖去炙烧，让它表皮像那个烤布雷这样子焦糖，然后再切，然后丢到那个沙拉里面去，然后你再咬到的时候就脆 juicy， 然后跟沙拉这样子。教大家怎么做，看来应该不会太难，是吧？对。请开始吧，来。好，一开始的话呢，我们就先把这个凤梨拿这边烤就对了。然后其他的话呢，两条我就直接把它拿去只烤一条，只烤一条。那这时候鸭胸因为要腌，我先切薄片的哈，然后放进来，然后一点蒜头。它已经有味道了，还要腌呢？腌一点这个麻油跟胡椒啦。然后我希望它葱白的部分，这边比较大比较好。所以它已经是熟的嘛？熟的，熟的，熟的。鸭掌的鸭胸部分，好漂亮，长的颜色。鸭胸的感觉这样吃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类似我们想象生火腿？对，沙拉有一点类似，再加一点水果。对对对，一般的西式头盘冷盘就会出现这个东西，新香料全部把它给把它擦出汁来，对，把它抓出味道来，那台式的味道就对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台式，中式华式都不可以。对，老三台嘛，对。然后这个香菜，然后跟。那个幼生很多时候不用硬接没关系，不用硬接哈，对对对，我怕不接不没礼貌，我怕不接没礼貌，对，辣椒，白酒醋，香菜，对，香菜，香菜跟红辣椒丝，对，再一点这个糖进来，然后我们放一点橄榄油来做这个凤梨酱，你有加白酒醋吗？对，哦，白酒醋，加点橄榄油，直接凤梨打了，打出凤梨汁来，打出凤梨汁来，好，香料。这时候来试一下味道，它这样的打出来这样的汁啊，如果换成芒果也是省力的啊。你可以加芒果，或者是芒果跟凤梨也可以同时存在啊，对不对？可以的，可以啦，但是看它表现。哦，或者把凤梨置换成芒果，对，嗯。你烤弄了个半天，其实也才上一点色，这蛮耐，凤梨蛮耐烧的，其实。水分多。哦，水分多的关系。那是不是烤完烤比较甜？对。受胖了，会有点焦糖味出来。哦，有味。烤凤梨耶，没有吃过烤凤梨。你吃过吗？没吃过。待会我们赢了就能吃。我们一定会吃。喉咙不舒服怎么了？不要再抽烟了。休息是把你的味道还敢说？那就说把这个。这是薏仁哦，是说罐头薏仁，他其实很省。哪一位薏仁？那个曾先生啊，曾先生，对对对，吃掉他，他是名主持人啊。然后这个酱汁器就拌进来，做一个烧洒就可以了。看起来很多呢，这个酱算蛮多的哈。对，把它拌均匀。很多哎，哇，很酸哎，凤梨本身很酸呐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先盛这个酱汁的部分。今天用的是金钻凤梨吗？金钻凤梨偏甜，哇，有点。你那个距离就看出来了，因为那个颜色比较深，颜色比较深，糖度比较高，白一点就是牛奶凤。哎呦，好酸呀！你要我手上？你看，哎呦，是吗？我这样，我光这样这里就闻得到那个醋的那个味道。但因为现在健康是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，所以任何沙拉其实都可以堆一点像红藜麦啊这样子的食材进去。那待会我们就把这个淋在沙拉上面去吃就好了。有加薏仁，有。这是过了两分钟。这个是我们沙拉先摆上来没关系。综合生菜，综合生菜。等一下我就这样子就会直接淋上去。因为要待会等你们玩完游戏再淋酱汁上去，要不然它会塌掉，所以我先不淋。对，会塌掉。倒数最后一分钟。哦，那今天看来像是夏日轻食，我们都可以在时间之内完成。你知道我们有限时的吗？知道。就五分钟之内完成，没完成会怎样？没完成就会被笑啊。有羞耻心，羞耻心，羞耻心怎么样？那年轻人问的很直接啊。
丢脸吗？哦，就把那个还有，哎呀，这得让大家看到才行，可惜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会烫。对，哎呀，你们看不到，可惜了这边。然后这时候烧的真漂亮。那个陈哥，你可以用夹子反过来。好香哦。哇，对。然后这时候这个布里奇，不好看的。布里奇其实是非常健康的食材哦。完了之后，我们把这个。没时间，随时烤一边的，烤一边就好，烤一边就好。哎，谢谢。它是脆的。继续计时，完成了，谢谢。算及时完成。可那个酱刚才闻起来很酸呢，一直说要拌成，你要不要拌成凤梨啊、生菜啊，甚至是鸭胸去吃？对，其实酱本身是浓郁的，单吃都是浓郁的，但是你要拌着材料去吃的话，其实都会去渐层下去。对，非常期待哦，这边请，不会，我还有两次，我还有两次机会，自由搭配的吃，它就是一个夏威夷拌沙拉的概念，嗯，很你要先吃鸭肉或者是这种沙拉，感觉很开胃耶。这是做冷的这样，哦，冷的啦，对，冷的，就拿过来直接吃。师傅，你不是要做健康整餐？对啊，刚刚闻起来很酸，但搭配生菜之后完全不会。对，香菜非常的提味，可以加了很多生菜啊，或者是布里起司啊，或者是烤凤梨啊，这都是很健康、很夏日的一个搭配方式。哦，这起司配的好，嗯，我觉得起司好好吃哦，布里起司凤梨好脆哦。自烧凤梨，他们大概都会吃多久？香，嗯，他们开心，吃到开心为止。掺了焦糖的烤凤梨效果很好，嗯，酸酸甜甜又脆脆。那鸭肉在里面画龙点睛，掌声鼓励。